节目组给我们的奖吧。哇，好轻啊。假的吧，假的吧。鸡腿火锅和汉堡全部都散掉。尖尖尖尖，哎 ，Hello， 我在这儿，是沈大哥欺负人家矮是吧？啊 ，Hello everybody， 山宝来喽！今天咱就是说一整个开心，酷狗音乐简单讲一下，要给我山宝发奖了，真出息了！今天 SING 女团的小姐姐也会一起领奖哦，我们先去找找他们吧 ，Go go。咦，来杯咖啡洗洗身吧。哦，这个店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走吧，咱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哇，哦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Kugou音乐的简单讲一下，节目组要给我们 SING 女团颁奖了。哎，什么奖呢？来，简单讲一下。简单讲一下，那我们就去简单背讲一下吧。走，走哥。哇，好久没有逛街了。哇，美女出街。谁给？好多盒子。哇，是这些吗？这个就是节目组给我们的奖吧。好轻啊。 No， 假的吧，假的吧。简单讲一下也不要这么简单吧。在哪里呢？走吧走吧，再找一下，上楼。哦，走喽。我们上去找一下。好奇啊，一定要一头一排吗？是你吗？会不会是好吃的？哦，哎，在哪个店？不大可能的。对呀，藏在哪儿还要自己找，万一在火锅的锅里怎么办？那我们得吃完了才能看得到。这个奖有点不简单了，我只能说。哎，真的有大排档。哎，难道要去顾客的锅里捞吗？不太好吧。我们要仔细找一下有没有什么 logo 的地方。嗨，刚刚在那边看到你，你有知道奖在哪儿吗？嗨，你好。对，有人吗？这里没有任何提示吗？嗨，你好，有奖吗？嗨。 What？ 对不起，恢复原状。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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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们来到一个很适合拍照的地方。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只要站在这里，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？我的翅膀。给你拍一个苍蝇。来拍，真的有点像苍蝇。你来拍一张。我们找个地方合照吧。那里有个镜子。我们是要对镜拍吗？哎呀，我不拍腿，我蹲下去了。没事吧？这就是正常耍大牌，耍大牌，咱们耍大牌吧。拿回去斗。What？ I'm not。我是 good good。I'm good people。这个才是全团最需要的东西。这个兔子必须要给我带回家的。给你，歪嘴战士，歪嘴战士，给你后面去。有点像帕恰克，好吗？啊，这样吧，这样吧。哎，你好看袜子，穿上会说。哇！哇！要求他在打我屁股。谁懂？他一直打我。喜欢这个，但是我希望这两个耳饰是布洛芬，或者莲花亲吻。谐音叫药丸，药丸。歪嘴战士。Round one。哎呀，还不错，你看刚才压线。这个裤子，你喜欢？逛个街，看个地，这家好像蛮酷的。
酷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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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酷
哎，这个好看，你喜欢这个？给你看一下，不适合我，我不 size， 我也不气质，我 no， 哦，这不是 SNG 的姐姐们吗？找到了。SNG 的姐姐们，我是来和你们一起拿奖的。好了，大家都到齐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酷狗音乐，简单讲一下轻松活泼颁奖礼。首先恭喜 SNG 女团获得一扇成名国风团体奖项。一扇五人迷，心动最国风，性格各异的他们，煽动中华文化美破圈，撑起国风音乐一片天。从寄明月到红莲，或铿锵，或曼妙，或灵动，一扇起，魅力压都压不住。他们就是一扇成名国风团体 SING 女团。上奖。啊，谢谢。好重啊。我也是这样。很重吗？真的很重。超级重。哇，真的耶。帮你拖着，帮你拖着。真的很感谢大家给我们颁这个奖，从这个重量啊，就能看得出大家对我们的肯定。那我们也会继续加油的。他是二次元界的人气歌手，更是公认的整活达人。在过去的2022年里，他不断突破，作品与直播热度收获多个平台的 top 一，诠释科技与狠活。他的声库入驻了酷狗音乐零音引擎，开创了新鲜的音乐交互玩法。他就是二次元社牛歌手善宝。啊，哎，感谢酷狗 TV， 感谢组织认可。哎，不过奖杯为什么不定制一个二次元的版本啊？那就请 SNG 女团和善宝跟奖杯摆个造型合影一下吧，发散一下你们的魅力。除了上面的奖杯，节目组还特别为 SING 准备了盲盒礼物及其任务，快打开看一下吧。哎呦，还有盲盒在哪？礼物在哪里？快快快，等不及了。哇，哎呀，好大盲盒，真的是盲盒哎。抽一抽。哇，而且里面还有各种小盲盒，看一下。沉甸甸的。看看是什么，金子吗？哇哇，好漂亮。这个好适合我们啊，好适合过年戴。一个簪子。哇，来展示一下，好喜庆！而且还有这个是耳环，啊，真的好适合我们的国风女团的国风，好看这种，插个小的。看女孩子看到这种东西就是有点爱不释手，来来来，收回来，收回来，这个要好好保存。这个对，一定要好好的。我看一下这个大一点的是什么，上面写的 red， 我看到了植物哎，把它拆开。哇，我知道这个，这是一个猪。啥呀？它有一个谐音叫注定红，它是一个植物。然后你把它放在家里面，就不用浇水，也不用晒太阳，它会自己开出花朵。真的，这是一种给送给我们的寓意吗？注定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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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啊，看到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倒过来倒过来倒过来，这样子。倒过来。没有，它就放在这儿，然后。它外面是 large， 它好像16啊，捧完就注定红，应该这个花的味道吧，草的味道。谢谢。OK， 用心良苦，都很有意义。我看到一个很五颜六色的东西。哇，这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人拿一个，一人拿一个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一人拿一个。我这个怎么又还有绿色？啊，哎，你这个就是，我这个有点红配绿了，我只能说。这个扇子我知道，应该是酷狗想让我们进军广场舞界，就是呢，让我们吸引很多的阿姨粉。嗯，也是用心良苦。哎，想法不错。今天的任务是想你们在商场快闪寄明月，其中要融入9个元素哦。啊，真的吗？还要跳舞？行吧，来，姐妹们，干活，冲！你就是梦境般的星。
哪啦？对哦。哎。啊。哎，善宝，你刚刚去哪啦？是不是偷偷捡瓶子去啦？没有没有，我在旁边偷偷看你们跳舞吗？哦。节目组也特别为善宝准备了盲盒礼物，一个超大的矿泉水瓶子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水瓶也太大了吧，好重啊！哦，对了，刚刚 SING 小姐姐快闪的舞蹈反响还不错哎，善宝，你要不要自己来段才艺啊？嗯，可以啊，来就来 ，DJ drop B。哇！奶茶这一杯下肚，幸福宝宝爽翻了。潮牌那潮到风湿，善宝也想试一下。美食你色香俱全，善宝肚子叫。鸡腿火锅和汉堡全部都想要。善宝来报道，逛来逛去超开心，商场里头超有料，看故宫还给我颁奖，善宝努力有回报，有回报，谢谢大家。那最后请善宝还有三个女团一起祝福一下粉丝，顺便透露一下未来的一些规划吧。嗯，祝大家2023年财源广进，祝大家2023年吃麻麻香，扬眉吐气，好运源源。嗯。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，Happy to you！ 祝大家2023笑口常开，祝大家2023事事顺利，顺顺顺。那新的一年呢，我们呢也希望能有更多很好的作品可以给带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加油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Hello， 酷狗，我是善宝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一浪更比一浪强。